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有没有考虑过 CMC 中一拳打死莫野龙？没玩过这个 mod 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。然而今天做的这款随机伤害的 mod， 可以说让这个游戏的伤害判定机制完全陷入混乱。刚好过来一头牛，就拿你来小试牛刀吧。啊，这一拳直接就撸死了一头活牛，简直丧心病狂，任何生物都直接一拳秒了，这还造个锤子武器，都比一拳超人还牛皮了。试试弓箭能不能做到一箭秒，好像不行。但是铁哥仔就一箭就被我射裂开了，我勒个去，不愧是随机伤害，眼界直接射爆铁傀儡可爱心。但是村民似乎只能三箭秒，看样子在这个世界中村民的血量比铁哥还要高啊。这个随机伤害的属性还附加了别的条件，被攻击目标的血量越高反而越容易击杀。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铁傀儡直接沦落到被玩家一箭秒了，真就有些离谱，只要命中目标就算是给他挠痒痒也能一击毙命。试试看凋零的血量耐不耐打吧。我勒个去，是我眼花了吗？一击秒杀凋零 MC 最强 BOSS， 在这个 mod 中属实有一些没牌面啊。哎，这啥情况，怎么直接就暴毙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此模式下应该是不仅玩家造成的伤害随机，玩家受到的伤害也是随机的。跳下去试试，满血跳一个小坡都能直接摔死，离谱离谱。钻石剑的伤害也时大时小的，这伤害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前方发现小白，嘿嘿，来一起对射吧。啊，这真就离谱，近乎满血的状态下被小白一箭秒了。这小白打人是真的疼，吃了凤凰鸡米果都被秒，看来小白这一次是真的翻身了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变强也不一定会变秃，虽然说现在能一拳打死一个铁傀儡，但我也没有变秃啊。好吧，话不能乱讲，当我没说。徒手撸爆莫野龙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这原本战斗力弱鸡的史莱姆伤害咋变得这么高了，直接满血被秒。在这个模式中越是弱小的生物就越要值得注意啊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喜欢我的视频不妨点关注支持一波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